大家好，我是爱鱼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玄出秘虫滋宝捕捉奇物吸诺宁捉虫活动元神 5.1 活动攻略。抓虫活动最后一天，要先做个任务，调整时间到第二天。時間を見つけて言うのはやっぱり天気がいいか。は？一個人？你？え？对话之后开始抓捕。给了试用的希诺宁。去下方有燃素威力的树冠上。吃一下能量。然后去打果子，充满两次 T 技能。充满之后就可以去打虫子了。这里要说一下，希诺宁需要队伍里带三个盐、草或者风元素角色，不然开战机 A 两下就会结束夜魂状态。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用卡奇娜长按战机打平 A。所以虫子飞起来之后再用 T 技能 C。虫子飞走之后跟任务追踪去找。在悬崖上用希莫宁或者卡奇娜的战技爬墙。再给 T 技能充能人次。你在搞定，求个点赞呀。